很快的时间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，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慢慢说的音乐，我们是慢慢说，然后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支持我们的 EP， 然后也回家也加入立德会慢慢说的 Facebook， 然后六点的时候有廖文强帅气的演出，好，他要唱我的歌。好，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比较疯狂一点的歌，然后是我在，就是我其实很胆小啊，然后那个。他就是，你们有看《英诗录》吗？有没有人看过《英诗录》？最近第三季在播了吗？有吗？对啊。刚刚没有。好，有我有。然后呢，我就其实我很怕鬼啊，然后看完我都会一直做噩梦，然后每天就在梦到，就是我在被追杀。像我昨天就梦到我在躲僵尸，然后开了一台非常慢的飞机，然后就是非常紧张。对，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叫《小心他》，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身后很可怕，所以希望每个人可以安全的回家，小心他。副歌的时候借我你们的手好不好？